下面进行的教学内容是鸳鸯拳系列中的刀术，名称为荷叶刀，荷花的荷，叶子的叶。荷叶刀属于鸳鸯拳中的比较典型的器械之一，是短器械中的一种。名称为荷叶刀，在刀诀中。 有如下的说法：刀是荷叶片，形刀如闪电，形刀要稳住，精神抬头看。由此可见，荷叶刀这个招法要清晰，精神要贯注，神态要自然，身法要合一。下面进行荷叶刀的。 教学讲解与示范。荷叶刀分成五个小节来进行教学。第一小节由起势到第九动。下面我们首先演示一遍第一节完整动作。 下面进行第一节的分节教学。起势，身体直立，左手持刀，使刀垂于身体左侧，刀印朝前，右手垂于身体右侧，掌心向内，掌指向下，目视前方。 挺胸抬头，第一式虚步看势，右手曲肘提起，至与头同高时，曲肘在右耳侧旁下落按掌，同时甩头，右手停滞在右胯旁，掌心朝下。 掌指斜朝左，右脚向后撤步，同时体右转，刀随体转收至腹前，进而左手持刀上举，画立圆，吹于身体左侧，右手前推成立掌。 同时呈左虚步，这一动作的要点是按掌和甩头要一致。撤步时，两手在体前合抱，转身呈虚步时推掌，就是一撤，二推。 下面进行下一动作的教学示范。第二动，并步展翅，由虚步推展开始，左脚向前上方正踢，落步时两手上举交叉。 手下落，同时并步，两手撤平举，右手置于头上亮掌，头同时向左看。动作要点：踢腿时上体保持不动，正踢腿；左脚落步时必上举，交叉；并步时两手撤平举亮掌。 下面进行下一动弓步截刀的讲解与示范。弓步截刀由并步展翅开始，左脚向左迈一步，身体左转呈左弓步。
同时右手经右腰间向前推出，左手持刀直于体前，刀尖向左，刀刃朝前。这个动作的要领是上步要迅速转体，上步以后转体要快，推掌和收刀同时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叫右拦刀，由弓步截刀开始，右手截握刀柄，重心前移，左腿支撑，右腿提膝，同时右手持刀经右小腿下向右拦刀，同时推掌。这个动作的要点是右手截握刀柄以后拦刀提膝推掌要一致，拦刀提膝推掌要一致。这一刀的攻防的意义，就是攻防的价值，是拦截对方向我腿部刺来的枪啊，对方枪向我腿刺来，我在提膝的同时做一个拦，这样一个动作啊，是提膝下防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教学。下一个动作，独立式。接右拦刀以后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左手回收于体前，同时刀今后上举，左脚向上正踢，右刀前劈，左手扶腕。再做一次，落步，一落，二举，三劈刀，劈腿。动作要点：落步要轻盈，左手回收与举刀同时，劈刀、劈腿同时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叫扑刀式，由独立式开始。独立式以后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呈左扑步，同时右手持刀向下按落，刀印朝下，刀尖朝前，目视刀尖。这个动作的要点是扑步和向下按刀要同时，不可以先扑步再按刀，应该是落步按刀同时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叫撩刀式，由扑刀式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左脚尖外展，前腿弓，右腿提膝，呈独立式，同时右手持刀向右前上方撩出。这一动作的要点是重心前移要快，左脚尖在弓腿的同时外展，重心前移要快，脚尖随之外展。第二个要点，提膝和撩刀要同时，就抬右腿和撩刀要同时。下
下一个动作群拦式，下面进行群拦式的讲解与示范。由撩刀式开始，右手持刀，臂外旋向左下方劈刀，左手收至右肩前。这个动作的要领和要点是：劈刀和左手的内收要同时，右腿提膝保持不变。我做一次。下一个小节就是群拦式，第一小节是向左劈刀，第二小节是向右拦刀。那么右臂呢，内旋，使刀尖向后，经右膝下拦截，同时右脚落步，左手前推。这个动作的这一小节的要点是：拦刀在先，落步和推掌随之进行。我再做一次，拦，这一用法也是，对方向我左侧刺来，那么我劈刀以拦，拦击对方的枪，同时呢提膝防护。对方抽枪向我右侧，啊，向我右腿刺来，那么外格，啊，拦截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劈三式。劈三式由群拦式相结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刀上举，向右前方下劈，刀刃向下，目视刀尖。这一动作的要领是：重心前移，提左腿时，刀就开始向上举。脚一落步，刀就劈出去，啊，切不可以先上步再劈刀。第一节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二节的教学。首先我做一下第二节的完整示范。下面进行第二节的分解动作教学。第二段第二小节，第一动推窗式，体右转，呈右瀑布，刀略回收，不停，重心前移，呈右弓步，撩刀，目视刀尖。这个动作的要领是：身体右转，呈瀑布，重心前移，撩刀。再做一遍：一转体瀑布，二弓步撩刀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分解教学。下一个动作瀑布扫刀，动作比较简单，由推刀式开始，啊，推窗式就是撩刀，重心下落呈右瀑布，刀平扫落至体前，刀印向左，刀尖向前。动作要点是右手臂要外旋画弧停手，不能直接下落，臂外旋经右画弧下落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分解示范和教学，由瀑布扫刀开始。
重心提起，右脚回收，独立，收刀，刀印向上，刀尖朝前，右脚向前落步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刀略前送，捧刀式。要点是提膝时刀回收捧住，就是说提膝和捧刀同时，落步时刀前送，落步送刀要同时。捧刀式和前面的铺步扫刀两个动作连在一起，可以组成一个实用刀法。刀向对方腿部砍去，如对方提膝闪躲，我刀不可收回，直接前撩，这是构成一个一扫二撩，紧接着这种攻防方法，使对方防不胜防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下一个动作群拦式，由捧刀式开始。捧刀式开始，右脚尖稍外展，右腿支撑，左腿提膝独立，右手臂内旋拉刀，左手前推，左脚向前落步，脚尖外展，左手下落的同时右手举刀，右刀向左劈的时候提右膝，左手在右肩前立掌。动作要点，右脚尖要稍外展，在这个展脚的基础上开始提膝拉刀，提膝拉刀，左脚落步，脚仍然要外展，在此基础上做提右膝左劈刀，就是提左膝和拉刀同时，提右膝和劈刀同时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个动作的名称是马步单山。右脚向前落一大步，左脚随之跟进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持刀臂内旋上举后向右侧劈落，左手同时上举于头上方，目视刀尖，马步劈刀，所以老名叫马步单山。动作的要领和要点是：右脚要尽量向前落一大步，左脚随之跟进。在练习中可以单独练习落步跟步，单独练习步法。那么要求劈刀和马步定式要同时完成，我做一次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名称跳步单山，在马步单山的基础上，右手回收是刀尖向左，左手略下沉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向左摆动，左脚蹬地起跳，然后右脚左脚依次落地成马步，刀画一立圆向右侧劈出，这个动作在学习时有一些困难，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复杂，因此在学习时应分上下两部分来学习。上一部分就是一个挂刀接劈刀的动作，我做一遍：一挂，二劈。学习时可反复练习刀法：挂、劈、挂、劈、挂、劈。下肢动作是个跳步动作，由马步开始做。
跳步之后应人成马步，要点是左脚蹬地起跳，那么右腿屈膝向左上方摆动，跳起后右腿左腿依次落地，我做一次步法，马步开始跳。练习中可以反复练习，马步站好以后开始跳，一次跳，两次。学会了上肢的刀法和下肢的步法，连起来就是马步单山杰作的跳步单山。我再做一次，马步单山开始，挂刀起跳，再劈。第二节教学到此结束，下面进行第三节的教学。首先，我将第三节的动作做一次完整示范。现在注重讲解第三节。第三节第一动，赶浪三刀，由跳步单山开始，重心提起，体左转，举刀落手，右脚前戳，刀回收，左掌前推，再次举刀落左手，左脚前戳，举刀，左脚外展，呈歇步下劈刀。这一动作要点是右手画一个立圆，使刀画一个立圆，戳一次脚，连续戳两次脚，画两个立圆，第三次立圆是做歇步劈刀，因此右刀画一个立圆戳脚，同时画一个立圆和戳脚同时，歇步和劈刀同时。下面讲解示范下一个动作，扑步劈足，也叫扑腿劈足，由赶浪三刀开始，重心提起，体右转，右手举刀向后，画一立圆以后，重心前移，右脚戳起，刀上提，右脚向前落步，呈右扑步，下劈刀。这一动作要点是一转体，二提撩刀，刀撩起来，三下劈。我再演示一遍，一转体，二撩刀，三劈刀。下面进行下一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动作名称为撩刀式，由扑步劈足开始，重心提起，收脚提刀，落步前翅，右脚蹬地，重心后移，抬腿举刀，震脚，上步撩刀。这一动作要点，重心提起要快，收脚和收刀同时，落步和前翅同时，震脚时举刀，落步时撩刀。我演示一遍，提起收刀，落步前翅，震脚举刀，上步撩刀。
撩招有两种方法，我们这个撩招是正撩招。前面的有个推窗式和提膝撩招，臂内旋为反撩招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个动作的名称是瀑布扫刀，由撩刀式开始，重心下降，呈右瀑布，体右转，刀向前平扫，左臂伸直，刀印向右，刀尖向前，目视刀尖。这个动作要点是转体要快，瀑布和扫刀同时完成。我演示一遍，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示和讲解。下一个动作的名称是弓步压招，由瀑布扫刀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左脚上步，举刀，左手扶于刀背，前腿弓，落刀下压。动作要点：重心前移要快，上步举刀，弓步压招要同时完成。我演示一遍：重心移动要快，上步举刀，弓步压招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示和示范。下一个动作的名称是推窗式，由弓步压招开始，体右转，过渡式个瀑布，然后转身弓步撩刀。这动作要点：转身要快，有一个瀑布的过程，然后弓腿撩刀。我演示一遍。压刀以后，转身瀑布要快，弓腿撩。第三节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四节的教学。还是由我先讲第四节的动作，做一次完整示范。下面助动进行讲解示范。第四节的第一动，盖马三招，由推窗式开始，提右膝，左劈刀，落步一个拦刀以后，举刀，提左膝，右劈刀，再一次提右膝，左劈刀。整个动作劈三刀，因此叫盖马三刀。我再演示一遍：提右膝，左劈刀，落步一个拦刀；提左膝，右劈刀，落步举刀；提右膝，再做一次左劈刀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分解示范。下动作的名称叫怪蟒翻身，由盖马三刀开始，体左转，然后向后劈刀。演示一遍，预备，体左转，转身劈刀。动作要领是转体要以支撑脚，脚掌为轴，向后劈刀要和蹬腿同时。我再说一遍，
一转二劈，下面进行下一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动作名称叫抽刀不入鞘，由怪蟒翻身开始，右脚向前落步，刀垂直下落，左脚提起，同时举刀。 动作要点：右脚落步，刀也下落；左脚提起，刀也上提。但是提刀时要避内旋，使刀刃翻转向上，刀尖斜向下。左脚起来，以脚掌和刀背相靠。我再演示一遍。 提刀以后落步落刀，提膝提刀。下面进行下一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动作名称叫做扑腿下翅，由抽刀不入鞘开始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右脚再上一步呈右瀑布，同时刺刀。 左手并勾手，动作要领。左脚落步要稳，脚尖略外展，上右脚和下翅刀要同时上步刺。下面进行下一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动作名称是箭步撩刀，由扑腿下翅开始，重心提起。 提左转，左勾手变掌下落，右手持刀，在身体右侧向前撩出，左手收至右腋下，重心前移，左脚蹬地起跳，右脚左脚依次落地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撩刀一周。这个动作要点。 下撤到以后，转身第一个撩刀要快，跳起在空中刀走一个立圆，第二次做弓步，再撩刀，就是第一次是个反撩，第二次是个正撩，第一次是反撩避内旋，第二次是正撩刀。攻防方法是这样的，我先做一个。 反撩刀由下向上撩击对方，待对方用器械从刀刃下上割时，我顺势变成正撩，因此要竭尽发力撩刀对方内衣上架，顺势变成正撩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示范。 下一动作的名称是推窗式，重心下降，提右转，呈右瀑布，不停，重心前移，呈弓步撩刀式。弓步撩刀又叫推窗望月式，因此简称推窗式。这动作要点是边转体边呈瀑布，边弓步。 边撩刀，我再演示一遍。边转体边瀑布，边弓腿边撩刀。这个动作和前面的动作相连在一起，就形成两个撩刀。前面是正撩结束，那么回身要结一个反撩。意思是，我前面有对手一个正撩以后。 后面遇到另外一个对手的时候，我要迅速转体，不能转体以后再撩刀，这样为时太晚。应该是边转边撩，边转边撩。第四节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五节的教学。我首先。
将第五节的动作做一次完整示范。下面注重进行分解教学。第五节的第一动，仙人片海，由推窗式开始，重心后移，右腿提膝，刀向左劈，左掌到右肩前，右刀经膝外侧横拦，右脚顺势下落，左掌前推，目视左掌。这一动的要点，劈刀和提膝要同时，右刀要先经右膝外侧拦格以后再落步，不可以边落边拦。我演示一遍，提膝劈刀同时，先拦刀后落步推掌。我攻防要点是对方连续向我扎两枪，第一枪我用刀向左劈格，同时抬锤，第二枪再劈的时候拦刀。下面进行下一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下一动作名称是套步立劈，仙人片海开始接住，右脚蹬地起跳，左脚向前跳步，右脚随即向后插步，形成跳插步，同时右手举刀下劈，成插步。动作要点：右脚蹬地起跳，左脚落步后，右脚后插。这是一个步伐练习，跳插步，右脚起跳，刀是做一个劈刀。我再演示一遍，右脚跳插步劈刀，左手成勾手，右脚跟提起，下面讲解下一动作，名称是旋风扫刀，由套步立劈开始，右手持刀向后下刺，左勾手变掌收至右肩前，身体右后转，刀向右斩，蹬右腿推左掌，落步成扑步劈刀。动作要点：右刀斜下刺和左勾手变掌回收同步，转身后不要停止，迅速扫刀，蹬脚和推掌同时劈刀，和扑步也要同时，蹬脚之后落步扑步和劈刀要同时。下一动作立劈华山，由旋转扫刀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右脚尖外展，左手由举变落，右刀举起上左脚，左脚尖外展，呈歇步劈刀，左手在头上，刀尖朝前，刀刃向下，目视刀尖。动作要点：上左脚和举刀同时，歇步与劈刀同时。再演示一遍：上步举刀，歇步劈刀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下一个动作的名称是扑步劈足，由立劈华山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刀回收
挂起，上举，右脚上步呈瀑布，劈刀，左手在床上亮掌。这个动作的要点是，操刀和右脚上步同时，劈刀和瀑布同时。我演示一遍：上步操挂，瀑布劈刀。攻防方法，对方向我刺枪或者是扎刀扎剑，我这个前刀也翻腕，使刀刃向上翻转以后进耳劈刀，先操挂起来再劈刀，前面这是防守再劈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示范。下一个动作的名称是长刀式，由瀑布劈足开始，重心提起，体左转，同时右刀横砍，左手扶于刀柄处，右臂内旋立刀，戳脚收刀，左手推掌，右脚撤步，同时举刀，左手落至左肋前，掌心向上，右刀回收到右胯旁，同时撤左脚成虚步，推左手成虚步长刀式。动作的要领是转身和横砍要协调一致，瀑布以后转身和横砍要协调一致。二，戳脚和拉刀推掌要协调一致，戳拉推。三，撤步和举刀要同时。第四个要点是虚步和长刀推掌要同时。四个要点，下面讲解和示范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是虚步看势，动作名称和动作都与起势的虚步看势很相似。由长刀式开始，体右转，右手举刀，左手扶于刀柄处，刀刃向上，刀背向下，直于左臂上，目视前方。这时左手开始截握刀柄，右手变掌，撤右脚，刀手下落于腹前，身体继续右转，举刀转体落刀呈虚步推掌，头向左看。这一动作要点，由长刀式开始，转身和擎刀同时，转身和擎刀同时，左手换握要快，撤步和落刀落手同时，虚步和推掌同时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下一个动作是收势，由虚步看势开始，左脚向后撤步，右手下落到右腿旁，重心后移，右腿收至左腿内侧成并步，同时右掌经右耳侧下落按掌，头向左看，右手吹于身体右侧，掌心朝内，掌指向下，左手吹肘抱刀于身体左侧，目视前方，挺胸抬头，收势结束。
这个动作要点由虚步看势开始，要求侧左脚和落右手同时，侧右脚举掌按掌要同时协调。我再演示一遍，虚步看掌，侧步摆掌，并步时按掌，然后目视前方，呈身体直立式，荷叶刀整套教学到此结束。荷叶刀是鸳鸯拳系中的短器界之一，名称荷叶，就是说刀法呢要像荷叶那样轻薄，所以说刀是荷叶片，在行刀时要求快速勇猛，所以称为行刀如闪电。另外要求擒刀要稳住，就是右手的把握，握住刀柄的时候要稳住，而不要滑动和松动，这样才能保持刀法的正确，所以就叫擒刀要稳住。那么精神要饱满，意识要集中，在拳语中叫精神要抬头看。另外刀法中它以劈、砍、挂、撩、扫刀为主，刀法朴实无华，没有什么缠头裹脑那些其他的万花等等刀法那样的一种花法，所以说称为刀法的朴实无华。动作一招一式要求干净利落，招招有势，事事有法，要求刀法清晰。在练习刀术的整个套路当中，要求一是动作要准确，我们通常说的动作要规格准确规范，就规范化的要求。不论是弓步劈刀、马步劈刀，这样一些刀法要清楚，步法要清楚，步行要清楚，步法更要敏捷。除了刀法清晰之外，动作规格准确之外，就是说刀刀事事要正确，也就是我以前我们讲过的，是吧？这个方法要清晰。第二点呢，要求是身界要协调，就是刀和手的配合，刀和身体的配合要协调一致。俗语称单刀看手，也就是说单刀看闲手，练习右手持刀练刀时要看左手的配合，这叫刀手配合，就是练刀时看闲手看左手，如果刀做得好手配合得不好，这样做起来也不协调。另外一个是刀，就是器械和身体要协调，叫身界协调，就做刀时身体不能够很古板，要求身体和刀要协调配合，这叫身界协调。掌握了上述两种主要的方法和内容，就基本上能够掌握了这条刀术的演练风格和特点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就是说要动作要准确，刀法要清晰，另外身界要协调。在学习过程中，除了一招一式的学习，一刀一法的学习，还要完整贯穿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套路虽然是一个一个动作的组合，几个组合的成套的串联，在学习以后一定要掌握整个套路的完整与贯穿，这样在贯穿当中加强练习，才能够逐渐的掌握整套动作，达到一气完整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掌握好全套动作的演练。